提起构图，很多人会想到 S 型构图、L 型构图、九宫格、对腰线框架构图、X 型构图、中岛型构图、三分线构图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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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看到周围乱糟糟的环境，还是算了吧。各位好，欢迎回到麦科技，我是构图葵花宝典看到第二页的张帅博。废话不多说，哎，废话不多说不是废话吗？说废话不多说不是废话，不也是废话？说废话不多说是废话，还是废话？不还是废话吗？废话少说，今天我跟大家聊聊我对于构图的一些新理解。废话少说就不是废话了，对吧？画面中间画一条线，这条线可以是地平线、海岸线；画两条线，可以是地平线、山脉线、河边的倒影。画面平均分割看上去非常单调，但是线条上移或者下移以后，画面不均等分割看上去就比刚才有意思多了。而且缩小线条间距，眼睛会顺着间距递眼的方向看过去。横线换成竖线，可以是站立的人、一棵树；多条垂直线，比如树林、柱子，间距相等会显得没有活力。我们把间距打乱，画面就有趣多了。另外，线条的粗细、长短也会让画面更有意思。竖线换成对角线，比如分界线、一道光影；换成两条相交线，像山脉、沙丘，画面平均分割仍然比较单调。对角线移开画面的几何中心，相交线的焦点也移开，比刚才好一点。但是相交线的边框和焦点一样比较呆板，错开以后更有动感。把线条换成图形，比如圆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，有点呆板，但是如果改变某一边的长度，就比刚才有意思一些。增加不规则的细节，凹凸有致的图形会更有意思。多个图形在同一个画面该怎么排列呢？运用技术法则，三个、五个要比两个、四个更有趣。按照前面的横线、竖线、对角线、对称相交线排列，画面会显得呆板乏味。怎么做出改变呢？很简单，创造差异。比如等高的人群可以换成一高两矮，间隔一样的树可以改变高低和疏密程度，呈对角线排列的静物可以打乱成直线，对称相交线可以改变相交点的位置和两边的高度。什么是平衡？我们生活在有重力的世界，重物集中在视域下方，摄影也一样，我们会觉得画面下部分比上部分重，一行字居中，总觉得有一股向下的力拉着它，往上移一点，视觉上会稳定很多。受左上向右下阅读习惯的影响，画面左边的视觉重量大于右边的视觉重量，而且从左向右的运动很顺利，从右向左就感觉阻力很大，这是受头部的本能动作影响。三个物体对称分布会达到静态平衡，但是视觉张力就没有了。两个重叠放在左边，一个放在右边，画面依然平衡，同时产生趣味，这是动态平衡。如何达到动态平衡呢？首先要明白物理重量不等于视觉重量，比如一个跷跷板，小朋友同样能跷起大人。杠杆原理也适用于摄影，一个物体越是远离几何中心，它的视觉重量就越大。视觉重量方面，以海豹为例，主角占的面积大，它的重力越大，双主角一左一右，面积相当，孤立的主角可以和抱团的人群达成平衡。在空间深度上，一个物体离我们越远，重力越大。繁简程度上，简单大面积的物体可以和复杂的物体达成平衡。平整大面积的色块可以和毛躁的小色块达到平衡。颜色方面，大面积冷色和小块暖色平衡，大面积亮色块可以和小面积的暗色平衡。视线方面，人物的视线前方要重于后方，影响画面平衡的因素就很多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这本书，鲁道夫·阿因海姆写的《鲁道夫》。艺术与视知觉，看之前一定要准备一杯水，很干，而且呢，它能治疗失眠，效果极佳。Nice。前面提到，我们的阅读习惯是从左上，到右下，到这儿。取景时可以利用线条或者视线引导观众从左上向右下观看，看完以后观众的视线会从右边游走，这时设置视觉阻碍流入观众的视线就很有必要了。如何设置视觉阻碍呢？首先不要让物体触碰到画框的四个边角，其次避免人物朝向边框，最后不要让线条延伸到画面以外。
除了引导线，使用对比也能突出主体。对比主要分为三个方面：形状材质对比、明暗对比、颜色对比。形状材质对比包括与众不同的形状、轮廓虚实对比、繁简对比、有无对比、位置偏离对比等等。通常把主体设置在明暗对比强烈的位置更吸引人。不同的影调直方图显示也不一样，如果像素均匀分布在白色色阶、高光、中间调、阴影、黑色色阶上，会显得单调乏味。但是如果像素重点分布在白色色阶和高光区，形成亮调子，或者重点分布在黑色和阴影区，形成暗调子，都会更有风格。另外，使用明暗渐变也能引导观众视线。了解色彩的对比之前，咱们要知道色彩的三个属性：色相、明度和饱和度。在需要突出的地方，使用强烈的色相对比、明度对比、饱和度对比；在不需要突出的地方，弱化对比，就可以达到突出主体的目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各位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